果，是世界上所有哺乳动物出生之后尝到的第一种滋味。人类通过我获取能量，我也帮助人类分泌多巴胺，成为他们快乐的源泉。在全球众多文化中，我都象征着美好的感觉，而在中国，我更是好的化身。快乐被称为甜蜜，讨人喜欢的话叫甜言蜜语，得到了好处叫尝甜头。我就是中国五味中最受欢迎的甜。中国云南崇山峻岭，生物多样，造就了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一种象征爱情的幸福，支撑起了无数中国人的甜蜜事业。给我算了，另外一箱货现在价格还不到，不可能。100公里外的弥勒市，年轻的张庆能正在诠释着他心中的甜蜜生活。我们当初一起去学那个医学业嘛，在学校认识的。大学的时候还做那个课间操嘛，也有那个课间活动嘛。然后那天看到他阳光又好，然后他的笑容又好，那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被迷住了。我和我老婆是我们两个初恋就结婚嘛。因为之前也没谈过恋爱，也不知道谈恋爱是什么，然后两个遇见了以后就发现真正的失恋那种感觉两个人是承受不了的。然后24岁的时候结婚吗？对，我们18岁认识，然后24岁结婚。在爱情里尝到甜头的张庆能夫妇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面临着如何选择未来的事业，在平凡生活中保持这份甜蜜的问题。后来我们做的比较多，后来我们开过药店，然后还做过民宿，做医院，然后做了差不多从2013年做2020年。因为对甜的共同追求，夫妻俩为自己找到了一份甜差事。但是烦的多了，实在是要这活吧。他们现在做的就在分拣，因为玫瑰花从基地采来以后就送到这儿做分拣，这个就摘了做玫瑰馅料，然后这个的话好的花主要就做花茶。刚好就看到我们当地有这个玫瑰花，食用的玫瑰花也可以做花茶，做鲜花饼，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吃了以后就特别爱吃，心里面就种下了这个种子，就是说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做跟鲜花有关的。去到工厂里面闻的都是花香，看到的满眼都是鲜花，就是从心里面就觉得是一个既甜蜜又温柔美好的事业。甜总是出现在人们愉悦的生活场景中，食物中的甜蜜使者深思通透柔软，他们以甜为名却幻化万千。在云南，鲜花饼便是这样独特的甜蜜所在。成家立业这两件许多人一生中要完成的大事，对爱情与事业双丰收的张庆能来说，像是被糖分包裹的花朵，结出了香甜可口的果实。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就是万事就凑成一对都是好的，特别是好字的话，就是像前面是一个女的，后面是一个子，就像我们家孩子，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他刚好凑成一个好字，所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很大的一份礼物，老婆送给我的很大的一份礼物，从心里面的感觉是很甜很幸福。老婆来，我们多整一点，多整一点小点回去，我们做鲜花饼。你家老婆，我们蒸的时候就要蒸这种八开的，可是，香味比较香。那就我们弄下去做鲜花饼了。鲜甜的食用玫瑰花瓣，与适量的白糖充分发酵，
甜而不腻。面粉的加入将糖分再次提升，过犹不及。张庆能对妻子的浪漫体现在鲜花饼的每一道工序中，它不只是个可以吃到的甜味，也是内心能感受到的一种幸福。比如说给老婆吃鲜花饼，也是差不多变相给老婆玫瑰花，所以说他能也能从中体会到甜，也能体会到幸福。甜蜜逐渐升温，透过酥皮，风味交织在一起，一个个开心的冒泡的鲜花饼，与难以捉摸却无比迷人的爱情如出一辙。何尝不是人们所追求的浪漫甜蜜？来吃饭喽！鲜花饼好了，可以吃了个。我的理解，甜就是家庭和睦，母慈子孝吧。万事和为贵，和就是一种甜。本身做鲜花，它就是一个浪漫的事业，所以说就是鲜花很美，生活很甜。鲜花将甜言蜜语化为舌尖的柔情与风韵。甜，这份人生最初的滋味，就像细水长流的一生，往往充盈着最平凡温暖的爱。人们全身心地追求那份世间甘甜，在风味的感召下，也演绎出你我的甜甜蜜蜜。